马国明在今年将会迎娶女友汤乐文，长新娘靓汤近月都积极筹备紧婚礼，仲成功减肥20磅，回复最佳状态的佢日前透露，海外婚礼会在圣诞节前在亚热带地方举行，而今日佢又释出一辑自己同一班姊妹团去到韩国拍摄的告别单身派对相。相一面见到，今次的姊妹团是以圈外好友为主，而阿妹汤乐瑶亦都在其中。而穿着白色西装的汤乐文就主力大晒美腿，甜美的笑容充满着幸福的感觉。